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 Lotus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较优质的单位，现在我们即刻去看楼吧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间是天骏一期的536尺，属于两房紧处的间隔。大家望咗景观先，这个朝向就望东北偏东的，外望的话是全山景，下面就是将军澳区的其他屋苑。因为我们这个楼层位置比较高，其实顶楼就在我们上面那几层，所以就视野和景观采光都十分之好。入翻嚟睇内部，入门口左手边是一个紧处的设计，做了左右的工作台面加主食炉头和升盘的位置，而外接呢就是一个工作平台，这里还可以放一些个人的晾晒衣物在这里，那就不用放在客厅的露台那边了。由中间客厅穿入来，经过小走廊可以入到第一间客房，同样都是厅房同向外望山景。在走廊的尽头就是主人房的位置了，因为这一间是特高楼底来的，有 3.5 米楼底，所以业主都做了地台，增加一个收纳空间，同时又不会觉得太压迫，司令太低的。同样都是厅房同向外望山景。最后看完浴室，这里全部都是跟回原装的交楼标准来的，同时它也是一个名次，保养得都相当之好。好，单位就介绍到这里先，希望大家喜欢啦。如果大家对屋苑、单位或者其他将军澳盘仲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欢迎随时联络我，李家角 Lotus， 拜拜。